现在来到三重的这个运动中心，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来参加这个思良子 Capsule 的这个 YouTuber 运动会。我们很少运动，我们都在家里剪片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他们就是举办了这个运动会。今天遇到很多创作者，然后我们今天摄影师就是不少。真的很累，看流汗，可惜差了五下。谁要去射箭？谢谢当，谢谢当部长，随便当了。谢谢。好贴心哦。送便当。现在大家都在等电梯，我们要去七楼，就是射箭。我们现在对分数好像在比较中后段的阶段。510分。我们跳绳前面真的很难，因为大家都要全部一起跳起来。然后很多人跳起来可能节奏感不好，其实跳绳是一个节奏游戏。对，跳绳其实是节奏游戏，大家要记得那个节奏。那有些运动感，跳起来的时候可能只跳一下下这样就没有。所以跟我们中间刚刚有一段是，好帅，那边十几下哎，十几下，对，十几下很厉害，超厉害的，要不然很丢脸。各位看我现在准备好射箭的，就跟那个一般射飞镖是一样，是一个人射三次。结果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你觉得我要射什么？100啦，射多少？100啦。
剩下秒一，剩下秒 GoPro。哦。哇，我是很扯哎、欸，射手哎、欸，你自己戳的、哦，太好吃了。有我的啦！现在目前拍好方式，1,2,4,6,8,10，立方，是最后一棒，立方有把握吗？没有，接力全都是，把一切全部追过去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每一个人就是跑半圈。OK OK， 加油加油，干巴爹，干巴爹，我们最棒，各位，我们最棒，现在这队第二名，我们是第一名。对，这个六连拿冠军就是1000分入袋。对对，加油！对真的，棒棒。